个监制文，但你叫最后钱给退我啊，黄鱼啊、哦，你要黄鱼，你黄鱼蛋黄。来鲍鱼卖咩？500，卖咩400？来300块啊！人单做不啊？鲍鱼，这没做好，这贴边就做好只啊！你抢切切了啊，弄切啊！来500、400咩？来300块就切咩？来鲍鱼，来300块，没人卖给你啊！来300，来哥上你一包，来300块切咩？都鲍鱼，六包给你，来300块来鲍鱼，来进来，都有人要来鲍鱼，动作快！来300，来400，来500，来700块，来300块进来，来鲍鱼300块来。鲍鱼要300咯，骹手较慢嘞，骹手较慢嘞，鲍鱼卖完就无啊，较紧较紧，来300块来，鲍鱼300块，来还没有买到的动作快啊，来300块来，啥物人无看到啊紧哦，无好，准备好两手尔，来300块来，赶快两包你炖一只，解冻就是一盘冷盘的鲍鱼料理，超好吃的。来买500，你若要煮汤嘛，煮满煮海参嘛，煮火锅拢会使。来300块来，六包，阿姐你嘛袂好，阿姐这袂嫌啊，做好食的啦。300块来，喜欢食听嫌爱食饭。来300块来，300块，来鲍鱼300块，无买着较紧，无买着较紧。来弄落来，弄落来，好，两碗好，来鲍鱼300，无买着，一箱真正是上买箱啊，你无买我真正无鲍鱼干嘛你买啊？我等你啊，我还没开你啊，等你去吧。啊，写大细声哪会啊你啊？啊！我大会啊，你去啊。买啥？我唔免，我唔免。哇！我一个大细加一个茄子啊！来300，来最后三位喽，没有鲍鱼喽。这个真的很方便，尤其夏天哦，你若冰大煮的话，一包你甲冰水，退冰泡开，就当配饭，配烧酒。哦，来300块，最后两位没有鲍鱼了，还没买牙签，来赶快5包6包，来300块，有啊，拢准备了鲍鱼，好来，谢谢，安蛋烤花啊，蛤蟆很甜，蛤蟆是不？蛤蟆烤花回来，来黄鱼龟心条啊，他说啊，我叫吴，你没条啊，来啊，这是什么？来海北蟹多三杯，来包好了，包好了，开始啊，来，那个真有钱，来进来，哥去关注我来。来，黑啊多来，来谢老板了，谢谢。来，你弄快点呗，都拿到了吼。好来，来吃鸡腿来，要黄鱼再来。要黄鱼的，请问你要大只还是小只？任你挑。大腿要不要？都会塞啦，请得啦吼。OK。来，要吃劲辣炸鸡腿、轰炸鸡腿，这样子包有500，没400，辛苦呀。鸡腿够啊，姐，要钱。剩下3包，确定。跟你们讲哈，这鸡腿很少有哈，你这规矩哦，你啊去数数要加几斤两包，这嘛是劲辣，我就跟你说炸鸡类的我都是劲辣口味的啦，因为无原味的真正无好吃，劲辣真正足香的哈，一人买一包啦，唔免500，这一斤十斤就爱卖600，卖500，卖400，咱这是餐厅无恁其他，互你找大家吃，先顾家己整洁，家己整洁，气炸锅也可以，一人买一包，唔是4斤哦。涨机哦，来200块来，200块来，要的赶快，没有很多，来金辣炸鸡腿来，来这样一包两包不要紧，只要我老搞多了一包，来200块来，金辣轰炸鸡腿来200块，来不关掉不，不关掉，紧扣紧扣，来200块来，给最最后一包了，来200块，够三百块了。都拿到了哦，帅哥那边背包来，拿得，来轰炸鸡腿不啊？终于啦哈！你打牌讲无？打牌不要出来。少钱了，800。来200，阿姨你买未？我买好啦。你买啦？阿恁兜我看下。大姐，你买一包是少钱？买，阮三个人买两包安尼。来200，快！一包啦。阿怎？一包啦。一包我好偷开做会员。我买两包。一包十几200，阿哥甲你。有啊。来黄鱼来。拢会使，来黄鱼先甲拍开准备，我黄鱼要甲变作熟熟熟熟熟熟，等恁会惊着。来，想吃黄鱼的1000块来。蛤蟆拉出来。蛤蟆拉出来呀？没有了，就剩那一盘了。拉出来。这高山大哥。高山大哥那边不？我不领票了。我去准备了。
平常常大家的好朋友啦吼。其实唔知上面很高，唔听呢。平社会，我啊，嘿呀，我啊，哦，你也知哦。啊，潜入出来，我那唔知。你也还好大。我去沙东啊，这鱼也有大，不过我唔知。黄鱼，我讲真的，我话真的，我唔是话假，我今日黄鱼要了钱哦，你乖乖对啦。我无想要搁再鱼啊对啊，我明仔休困啦，卖搁我捞鱼啊。我了钱，我就加袂灵啊，来1000块了。来，先招一个人去吃，这大尾哦，这面细尾哦。来，想吃黄鱼的来，1000块给我。然后我要卖5个人给你，5个客人而已。这黄鱼不可能会那么便宜卖你，好，赶快来先招一个人去金鱼馆里面钓黄鱼。当然不是三尾，不是四尾啦。已经上我，确定我吃到沙，你也买袂到啦，紧买，来1000块来。来1000多，你真正啦爱食鱼啊！我这盘是了济啊！来1000块来，来，感谢我这帅哥搞到旁边。来1000块，我让你们喜欢吃黄鱼的高高兴兴来1000块，来各位，来1000，来1000块，开下呗，黄鱼来，开下给我来，来1000多。赶快拿钱啊，等一下买不到这一盘的了，我跟你讲，还不赶快买，这边，这边，这边，几个买？短帅哥妹娘呀，来，来自己看几只了，家己算，家己看，这钱可买无这盘了，我来看，来搁看搁看，八只了咯，我刚欢喜，来2个，来1000块。预备，给大家报告一下。来，再进来，再进来。来3个。我慢慢开会啊，啊，恁家算好不好？来1000多，啊，再看。黄宇不人安尼卖，黄宇现在很贵。拿钱给我就好了。1000块了。我数到几只？来，大哥也要哈，几个？5个而已哦，不要说过头了。来，3个、4个。个人无买的吧？你想六个吧？来，再个一个。不要说我要带最后一个人去顶金钱，一盘够好捧的。我家己捧，我要求一盘做大尾的。哦，那前尾也够呀。最后一个喽，最后一个。看好哦，看好哦，目睭唔好离哦，大尾无。比这里还要大只，有没有？1000块，要料呀，不爱改嘴。哎 ，Hello。来，快点。是可能看哪位嘞？无安尼。收完了。还有没有黄鱼？还有没有？全部都没有了哦。好，谢谢。我上个碗了。哦，黄鱼财富自由盘。我上完那个，阿姐不变乱，靠，阿姐不变乱。来六个，收完了。无伊无遐，我拢加一尾给伊。再无够的，我来讲，一人补5尾我阿姨，甲恁补够，好吧？来规盘拢来1000多，来套前尾来，真的很漂亮，一只不到100块，一只存了100块，来上尾挂壁。来第二个是谁的？来金钱的黄鱼来。来看过，搞死啊！这千块真正搁咧搞了。来，鱼啊上来，进来。来1000块，来快，黄鱼抢单哦。来，最后剩三个人过来，1000块来，来好，哎，我来落互你卖还。来，先买爱心互人，我袂发你啊。来1000来。一大只点面一尾黄鱼鸟，加5尾好我好哩哦。来，阿个解散无关了。来，帅哥来，我离遐近嘞，我离广告这样远游啦，还是我比你们拢安尼。哦，拍死，超划算哦。来，等下双方要吃蛤蟆，拍死哦，你等下久。最后一盘都没有了。没啊，来5个人加4个人加买得到呢。来100块，100块蛤蟆，4个客人而已，赶快要吃蛤蟆的动作快。来100块来。一百，好啊，不啊，3个就好了。来，4个没有了。来，4个客人。来，
吃蒜鱼吼。来，哎，啊，你他多点啥话，我不给你背掉的，拍什么？摸鱼哈，好，大只的摸啊。然后要吃蒜鱼头刀来300块我来，春节两盘，剩下这里我没有头刀了，赶快来300块来。来，先招一个要无蒜鱼头刀无啊？鳕鱼头刀，哎、欸，敢是有人要吃下巴吼、哦？鲑鱼下巴，哎、欸，都开吃久无看哦。来啦，啊啦，袂啉吼，佮吵吵困的啦，啉啉袂好去困啦。啊，你透早咧爬袂开，哎、欸，志远啊，赞呢，百年难得一见，呼呼，来来来来，我老爸迄个爱车讲，一定爱甲你讲，我今日有心情，足足烦恼你无吃着好鱼啊。有要吃的300送金钱的，阿哥，喂，感谢你两盘买买好不好？咁难买啊，这大个，搁买一份，敢会伤多？敢会歪事啊？没？没有，没有，安尼来，搁300来。大个免啊，大个免啊，有一个要帮你买啊。哦，谢谢，来，头前这大哥就足久无来啊，我讲这盘要让恁两个人见，也袂随波啊要。大个你买一盘好，剩下我送你。来300块来，你两个买。来阿贵啊，后边阿贵啊，你后边，各位，你正后边，来吃。你这帅哥嘛，照顾无来啊？拍摄啊，阿贵来吃啊哈。今天啊，无空较少啊，这帅头都要收一半，袂讲帮忙收收一下，我点了了，真都爽哈。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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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学口罩来，谢谢。来，要吃五花鱼来，还要吃金线，我嘛甲拼拼好。牛肉排骨，牛肉排骨哟，牛肉排骨应该还有吧。来，要吃五花鱼，来开1000块收钱，来500块，500块来五花鱼，来三个人去了。我讲哦，真大，真大尾五花是足贵哦，大尾哦，哦，到我手够白粗哦。来500块来，来两尾哦，来五花鱼3尾哦，来五花鱼4尾哦，五花鱼5尾哦，三要吃五花鱼钱，你妈紧的，这尾搁请你，这尾搁送你，来哦，你吃一个白500块来，赶快，来500块拿1000块点，不然人家买走了。来500块来摸阿姨，喝卤皮锅啊！来500块，唔免喝卤阿宝，来500块来。给我就好了。来摸阿姨，最好钱啊！摸阿姨，500块，500块摸阿姨，拢装备有阿妹，500块，摸阿姨买500块，还够有人多看了无？500。你朋友呀？你朋友吗？我朋友是啊，阿婆你是啊靠，我欠你吧。朋友就是啥啦？无啦，无就卖啊啦，我来摸阿姨500块来。还是啊，你上，我大下，因为人，我对太济人了，我袂使呢，来400哇，400加来，迄400伊无开，敢若总唔甘愿啊，啊加来，我讲只减一尾无紧，我上好你，你爱四啊二啊，吓你欠我20袂使啊，甲我100袂使啊，知无？几条20块以后吼，以后抓来，可能买200块的，来我你，哦，伊到了，还加买2000块，欸这一杯敢那金是几斤啦吼？金是四斤，这边有够无？还够有6只，同款大尾的。来金线我看看卖，你听看卖哈。来后边蛤蟆上无人，来过一下八个偌济？有水无？大只无？来蛤蟆上无人，吃3包。来好，来要吃下巴来开500。今天毛啊对，到底要买10包哩？无啊，要吃下巴300块，最后一个人给你，一包500斤，2包1公斤，卖40块，来300，一个要来，来300，一个要来，不要老大要来，阿贵阿伯，来谢谢，来铁路猪排，来金线我摕起后，你来皮胖一下来，铁路是200的价，300。300，较认真诶，敢会使？袂使。你等一下，我叫船等我。我甲铁路猪排拼拼，我先来话，要正现捞啊哦！来，有要吃铁路猪排200块来，一人一份。你要吃铁路猪排的动作快一点，来3碟，来4碟哦。来1000，来200块来，200块，帅哥要1000哦，1000，5份就对了哈。来铁路猪排，人买200块买5份啊，你敢知影人咧买啥？铁路猪排就是咧食排骨饭，迄块排骨。是好啊，你煎来5碟，500，6碟200，7碟200，8碟200，9碟200，10碟给你，200块来，200块铁路猪排，够有人要煎无？一个命吼，来你帮我包5份，铁路猪排，无人要吃。多利鱼，来多利鱼够有无？多利鱼敢够有？来要吃
金线的来开三千，开五千，收钱，一千块给我来。邓姐，邓姐，我感觉你卡点点跟你写写蛮牛啊。这一杯就四五百块呀，我唔知你画什么金线，你敢知啊？来一千块，我来要吃金线，卡手卡咩啊？来签了。哇塞，这金线鱼这么漂亮。这两只就八百块了啦，千呢？来三杯哦你，来一千了。这好鱼啊啦，我讲真个啊，无定定做因啊。我嘛唔知我好朋友，这个两百几公分的好朋友，伊来来啊。冈山大哥毛妹吼，听说真的好吃的了。你查多少冈山大哥呀？哎呦，冈山大哥，你个地高诶，做因啊。但是迄种出来来样真正。看山大哥身体保重啊！来，好安尼哦，来请客人。你如啥个？你叫咩？你有粉丝无？没有。完了。因为这、因为这一种的。我知。你等下铁路就排个弄来，可你弄来这啦，迄五分钱人给。来，再来。等一个高片哦，一千块还有人。搁一个咩咯？这边那边招，咱看那个咩招？搁招文有搞金咩哦？你等下直接去就好啊。有搞金咩哦？无可能少。哎，等直接就提掉啊。诶，透早阿伯歹势啊，透早毛人免金线，无遐正价。我家的田啊，我家一千的田。来，恁三个买买。这样了钱，一尾金线出无百五块，我嘛唔知恁在等啥货。无啊。最后一位了，阿姐阿姐呗。哦，班长大哥，这金线真的很漂亮。好，谢谢。啊，这杯吗？这只好只啊，打针头。乖，你个咩啥？干地瓜那边。干地干地吧啦。干地吧。干地吧。好啦，干地吧多鲤鱼。来，月亮虾饼来。啊，多鲤鱼来。哇，黑根啊，干地吧。来，多鱼，我补补咧。来，快来，快些，把冰先下架，把冰。先放来的。来，啊，这个是要什么？多利鱼的。哦，多利鱼哦，你们几包？哎，三包。三包。来，春节人给两百块多利鱼，两百块。我还没多利鱼啊。没有多利鱼了，最后一个客人两百块，不是一包两百，是两包多要给你了，没有了，来两百块最后结了，多利鱼两百块，做做咩啦呗？海蟹无啊？剩两包，两公斤卖你四百，来两百块都。来再一个箱子给我，空箱，对，给我。哎，干得好。来鲜鱼哦，鲜鱼哦，嘿，最有名鲜鱼，阿妈拉去。下来咯，好啊，坑下底啦，比见面麦哥介绍。来，手工虾卷够无？还有。我讲啊，我今日虾卷大拍卖，跳楼大拍卖，下间互你食较爽。你食菩萨曼哦，来等我，我去三行讲话话，我先来话菩萨曼，互你食，超好吃的。只要你有买过我们的虾卷，外面吃一条三十块，一模一样的，一模一样的，一条三十。两边价开三百，十条哩，唔免来两百块啊，两百块来手工虾卷，来一人买一份。你要蒸也好食，你要烘也好食，你要煮也好食。我讲真嘞，我这虾卷安怎煮好食？这十条卖三百，卖两百，够俗啊！这两条搁请你，两百，这两条搁十哩，唔是十条，十四条哩哦。来虾卷两百块来，赶快，超好吃的虾卷，来两百块来。手工的虾卷，来水看你，唔免等啦。来六条，来九条，十二条，搁送两条，总共十四条呀。来两百过来，搁寄出来虾卷。来两百过来，八条，来十二条，这两条搁请你来两百过来，紧嘞。手工虾卷两百块，来七条、八条、九条、十条，搁套几块紧。来两百过来，十四条给你们，真的怎么煮都好吃。你要煎，你要烤，哦，你要红烧，你要煮汤。哦，真的哦，煮汤也很好吃哦。来，两百块黑根来，两百块。来，可以把你喜欢的东西记下来，把你喜欢的东西记下来。我撞到你了。赖到我置顶的那一个电话。来，两百块来，来两百块来。对了，叫声待会来要啊。来了，黑根两百块来了。来，两百块得来。哎，我你马上我有听到。两百块来，进来。来五条，我知道。哦，我再抓了，因为这太大条了，我会害羞。来，黑根两百块来，进来。我聊你姐啊。十二条，来这两条搁上，还好安尼无啊？好无啊？
好哦，来两百，过来，紧来来手工虾卷。哎，阮的虾卷即阵啊，真正足侪人拢知影好食啊，拢回来买啊。但是八条的两包，这是十四条，这不是八条。来两百，过来，来八条，来十条，来十二条，再送两条，来两百块，都买到了哦，手工虾卷，有啊哈。来，好，谢谢，最后一盘了，没有了。来，感谢你们。来继续，要吃虾啊吼！刷地吧，刷地吧，刷咸地吧，咸地吧，让我看来咸地吧，咸地吧，咸地吧，抓住啊！伊外底，这三个啊，我是刷咸，三个啊，咸，什么刷地的咸？我咸的呀，好像我是讲咸，好凉啦，好温，刷地吧，这几温，拢来，来咸地吧，搞省钱。你搬下头，即个搬拢来啊！我是讲，不要装来，我要算啊咧。装来就爱跟你合作啊。钱出来。Hello。哎，我桌面上不是还有条蛙啦，条蛙啦，才两分尔啦。我减一条，加再加落一条呗。再来，我桌面不是有。等我一下哈，等我一下，再去减一条。减一条。来，要吃鱼肚的，来300块来。再来六百，谢谢。一点高张，太有吃哦。来，师傅。他有吃哦，听清楚哦，但是不俗哦，这一条高差无太大了哦。虽然有刺嘛，不够阿俗哦，来，就是因为我有刺，我才要花三百。如果他没有刺，我就要喊500了。大大阿六吗？来来，我要吃鱼肚的来300块，三条你啦。OK， 四条你啊，300。感谢啊，来五条你啊，来这条去送你来，六条你300块了，来大阿袂紧嘞，师傅一度来300块来，恭喜冲！来300好来，紧嘞 ，OK， 来六条你来，来鱼肚全部了哈，来 OK 六条来，最后姐最后姐没鱼肚啊，好，安尼刷，啊，你要了，拜拜，啊，来葱抓饼，来鲑鱼头，好，来，啊，你哥要加啥？紧嘞，去搞讲，志平，你睇你哥要啥无？要三个也袂歹啦，只是讲你要吃无大无大块啊，只能分无下你的分。但是三个啊，就少有。来，鱼头全部我吧。你去留一箱，对不对？卖留啊啦，拼拼的啦。我无想要搁搬队啊。虽然拢讲我唔免搬，但是逐摆我拢有搬到呢。来，有要吃挪威哦，这是挪威的龟头，没有骗你哦，足少有挪威龟头，因为挪威的鱼很贵，尤其它鱼头哦，真的供不应求，拢是餐厅点而已。啊，它鱼头就是这么大。一个较大只，伊个头嘛是安尼俩，哦，所以鲑鱼头挪威的最甜最好吃，可是它的肉最少，因为它小颗。来嘛，紧我了了诶，500块得鲑鱼头来，这样买一盘等于控汤煮米索，唔免500，我看了了诶，来300块我得啦。来，先招姐买鲑鱼头来，挪威的鲑鱼头有没有要吃？来，招姐等起来300块我得。还有那么多，安尼我拼会完。我不管啦，来招头一个金钱300，你若敢买，我就敢送鲑鱼头300块。还有人喜欢鲑鱼头的吗？来，我这个烟斗要搞到旁边了啦。我这烟斗搞到旁边了，我要让伊吃欢喜啦。300块了，几个买啊？感谢你啊，帅哥。加三粒啊，你是咧啃啥货啦？两个，太好啦。来，我内底无一个，你也一个。